不是因为你太轻，你就必须给我站起来。是是，如果你觉得感受不好的话，我就不做了，好吗？来来来，你试试。哎呦，你先动，别动。来来来来，慢慢坐，慢慢坐，慢慢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瞧瞧。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安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么想你，我这个你会更方便的，我不知道你会不高兴的，安心。你想让我行动方便，当初为什么不干脆让我死？哎呀，你不承认事实。 事实也存在，你的腿没了，鬼没了，这是事实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你必须重新站起来，否则你就是一滩烂泥，扶不起的烂泥。我会冲上去！姑娘，你别闹了，姑娘，你别闹了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非要打包这些该死的生菜，非要看账单。 如果不是因为你太轻手小气耽误时间，我根本就不会遇到那个大火，这样根本就不会出车祸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我害了我姑娘了！哎呀，是我的错啊，我真该死啊！闺女。 快点，快点，你让妈怎么赎罪？你说我赎罪，我当牛当马，我赎罪，只要你肯站起来，妈怎么都行。你说吧，姑娘，站起来。你说的倒是轻巧啊，这么些年我让你捡几斤肉，你做到过吗？你做到了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 断腿的人不是你，毁容的人不是你，你说的当然轻巧啊。如果我能减，你肯站起来吗？我跟你打赌，我3个月我减掉100斤。 安心，你是我闺女，我能行，你就能行，我不行也得行。